这五年下来，我们也慢慢的把这种命理的本来师徒制的教学，慢慢变成是一个很有系统的教学模式，都有一个很好的完整体系可以做学习。从当初的一点点人，到有许多的人一起在帮忙，哦，那这是一个令人开心的事情。好工人并不是只有我们做，可是别人在做啊，通常啊，都有比较多的招生啊，或者是想要顺便帮你转成付费算命的身份。哦，不像我们就是纯粹单纯公益。我们这学会是真的有心，觉得说要能够帮助人。你在困难的时候，希望有人可以给你一些参考的意见的时候呢，可以上我们这个网站去。在这个混乱的年代啊，我一直相信说风雨之中呢，每一个人都愿意除了自己做的事情之外，再为别人多付出一点，那整个状况就会越来越好，而你的这个付出在最后也会回到你的身上来。因此啊，学会啊做了我们自己的口罩，口罩上还做一些祝福的话，每一份会有三个口罩开放500份出来，免费的来索取，谢谢你的支持。